嗯，大哥挺满意的，大哥说我活真好。我很满意，臭不要脸。听说好多人被禁言了，莫名其妙的禁言了，在这里跟大家道个歉哈，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是谁禁的。然后我是看到有人在抖音给我留言，还有在我的动态下给我留言，我才知道的。啊。所以很抱歉，就被禁言的兄弟们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哦，才下了几个房管，然后我生怕别人就乱捣乱，以后这样子吧，房管就是超，房管的话就藏宝图卡吧，好吗？啊，不仅是藏宝图哈，不仅是要刷了5000以上的，不是说一定要藏宝图卡，而是说刷了5000块以上，牌子在14级以上，起码是红牌子以上，然后就意思也就是他有天天陪伴，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我好的人哈，对我好的他肯定不会乱禁言，那他天天这样子就不行，14级有点太低，18级吧，18级牌子以上，然后呢加上天天在看我，然后呢升牌子，还有总共消费在5000以上，然后呢，然后这样子卡房管吧，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被乱禁言了。哎，对对对，我就很奇怪，昨天不知道谁就禁言，一直禁一直禁，可能就是那个活特好，那个死君王。想打针，想被我打针。我感冒了，能给我看看吗？来，把屁股撅起来。感谢谢华哥，来把屁股撅起来。欢迎听雨，感谢谢大叔。黑芝麻糊这么难吃的吗？嗯，我就要补充点黑芝麻，然后长头发。为什么吃水泥？就因为生病了，所以要吃水泥。在于的是每天坚持。我今天没有去采野生菌，哎，但是我去吃了野生菌。坚持每天吃芝麻糊，哇，这个芝麻糊没糖啊。没得糖呢。这是给你的药。我过分，
来大郎吃药，来张嘴吃药，你不吃药你会死的。来大郎吃点嘛，大郎你不吃会死的，我帮你尝一下烫不烫。温度刚刚好，来吧大郎张嘴啊，感谢谢超超。为什么不吃？大郎要跳起来打你膝盖，吃了死得更快啊。感谢超超，感谢鱼白。大郎你过分了，人家会让你死吗？人家是爱你啊。什么东西黑黑乎乎的？吃药似的。女人就喜欢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对，还喜欢把黏黏糊糊的东西弄在脸上，比如卸妆乳，比如补水的乳，比如一些黏黏糊糊的面膜，比如芦荟胶。感谢谢王二哥。为什么别人老有人举报我的动态评论啊？为什么有人举报啊？那举报了也不会自动删除啊。你看人家就是举报，而且举报的评论都是什么？跳舞运动一下好一些，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多吃一点。然后还有人家说，你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不要误诊了。确诊了再输液，你这样太遭罪了宝。就这些很关心我的评论被人家举报了。我怀疑有人针对，我怀疑有人嫉妒我的美貌。你们觉得呢？那不然为什么正能量的评论会被屏蔽呢？对不对？会被举报呢？好奇怪哦。自信一点，把怀疑去掉。护士姐姐不打针，给你吃药。39号病床呼叫来了，哥，怎么了？怎么了，哥？这怎么吐不出来嘛？来来来，我帮你掏一下嗓子，我帮你掏一下嗓子眼儿。来来来来，哥，哎哎，来来来来，把嘴张开啊！
哎，突突突，远，对，打圆圆，打圆圆，快快打圆圆，快快，圆两下就出来了。三九号床的还不舒服吗？六九号病床那个有点过分了吗？六九号病床干什么？你要六九吗？别大呼小叫可以不？旁边有人睡了，你不能戴个耳机呀啊！三九号床的已经去了，走得很安详。感谢谢奥兔七。我这不叫大呼小叫，我这叫一惊一乍。左右催情，你必须听。顺着进去，横着出来。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打圆圆吗？就我刚刚说的那个打圆圆，你们是不是不懂啊？那是四川话，四川话打圆圆的意思就是打圆圆的，就打不出来，那叫打圆圆。欢迎空档报表，欢迎一条鱼，女版在时，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那儿也是这么说，也说打圆圆吗？啊，那你是四川的咯。现在不吃汉堡王了吗？买不起啊，汉堡王的汉堡好贵哦，哪能天天吃啊？一个月吃一顿就可以了。你说我自恋，欢迎我昂昂，怎么了昂？感谢过客。买肉饼回来自己烤，没有肉饼啊，那哪儿买？跑出来了？什么叫跑出来？我一护士，看清楚，我是护士，我不是精神病院的病人。跑出来了什么意思啊？牛角包永远的神。他怎么都说是因为他是甜的嘛？说着好吃啊，嗯，看护士的衣服溜出来了，你信不信我一针，我掏出我的大针管打死你。不对哦，我是女的，我没有巨型针管。不能直接咬吗？咬哪里啊？你还会伪装偷跑？你这话说的，你连我性别都没猜对。试试往里面灌牛奶，好吃的。灌牛奶？没吃过哎，哪天试一下。怎么那么像有鱼？自信点，把问号去了。啊，没话可治就认不出来我了。不跳舞为什么开分屏啊？因为我准备，我这没有在跳舞吗？就我在跳舞呀。安曲明，难道没有在跳舞吗？你没看到我的嘴皮子在上下动吗？你没有看到我的身体，我的手，我的心，我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的跳动，都是因为你们进来了，就为你们热舞。我的每一个细胞真的就都在微微的跳动，这不算热舞吗哥？更何况现在不舌尖上的舞蹈吗？好嗨舞哦，我心在跳舞，怎么啦？就不算跳舞吗？啊？哎，皮皮奈，开互动礼物哦！听说互动礼物卡 bug 了，有情书，还有上上签，有情书，还有上上签，互动礼物卡 bug 了，你们要不要试一下？我们可以吃一波。等我先开一下啊。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打不开呀、啊！打开了，打开了，听我啊，听我的指挥，兄弟们，听我指挥，掏出你们的苹果手机，然后就是不要退出我的直播间。点我的，然后呢清除缓存，把自己缓存多清几次，你们会重新出现，然后再进来我的直播，进我的直播间，然后你们会出现，就是说很多礼物，例如情书、上上签。安卓不行，苹果可以，你们试一下，你们试一下，真的，来来来，快快快！欢迎我昂昂，欢迎我昂，充值10万走进我的直播间。不是华为，我不配，不是，是老天爷不想让你花钱。苹果手机都跑不掉了，快！那可不必这样看嘛。哎，你这个人，我真的我觉得，哎，说实话，我在虎牙就播了这段时间哈，我家的粉丝里面就不会说话的人，有大算一个。那说话真的就不受待见。哎，不是因为你抠抠搜搜的原因哈，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你说话有时候真的让人听得很难受。感谢谢昂昂。还有个就是尊哥，还有个就是尊哥，就说话也是让人听着啊，就是心里面好大的鬼火嘛我。还有就是那个活特好那个君王，哎呦，不会有你，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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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昂哥卡出来了，他送的是情书。这衣服看着好怪啊，我今天是给你们打针来的。哇，抽出了个什么？抽出了个什么？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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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卡出来了，卡出来，快吃！比基尼。又冲。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用手机看。哦，这个是什么？刚出了个什么东西？法拉利。哦，大家我先看一下哦。靠，安卓哭了。求求你现在赶快去找个苹果手机先。残酷了残酷了，还有没有抽的大哥，还没有抽的大哥，卡 bug 了。哇，感谢谢我昂昂的魔法指环。感谢我昂，感谢谢我昂。校友应该卡不到新秀来吧，我卡出法拉利了，这么牛。嗯，等一下我退出去，我看我能不能清除缓存。
缓存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清啊。算了，我就不退出去了吧，毕竟我没钱，我退出去也没用啊。感谢我昂昂的情书，昂昂，我们抽十个，有樱花雨、樱花树、樱花树。我们抽十个，爆爆爆爆爆，爆爆爆！我愿意用大参谋十年寿命换一棵樱花树。大参谋十年，哎呦 ，loving 哥，大参谋十年寿命不行吗？二十年。二十年寿命，二十年寿命，出一个吧！啊！不好意思，没钱了。要不这个样子吧，要不这个样子吧。为了今天咱们能吃个饱，咱们想刷的都冲到昂昂的上面，怎么样？哎呦呦，又出了个法拉利，出了个法拉利。哎，就要不这个样子吧，咱们想刷的都冲去昂昂上面怎么样？又不耽误你们刷，又不耽误我吃。美滋滋好吗？这个想法好，但是我不想刷，抠死你了。五十整出一百，可以哦。那不对呀，刷这么多呀，刷这么多，我怎么刷这么多？爆出来的东西只有300块呢，这不法拉利都出了俩吗？刚刚昂昂还送了十组的那个。东西啊，怎么才报了347块钱？620了呀？那我这怎么后台写了340啊？我问一下哦。刷也不刷这么少吧，不是卡的不算吧，应该不可能，那大家都是那种刷的，不可能没有啊。哎，那个小白，你再刷新，你再清空，你再清一下缓存，清一下再刷，然后再刷新一下，你清一下再刷新一下，就会出来很多很多礼物。我们这个清理缓存两三次差不多，感谢谢有谁哥清理缓存两三次就可以卡这个 bug 了，然后就会有所有礼物。它不仅有那个就是情书上上签，还有啪啪啪，还有皇冠，还有小资本，还有幻影，还有许愿灯，就礼物超多，真的礼物超多，还有那个奇迹城堡，还有至尊八五七，至尊八五七是什么？哇，这个礼物也有点太好看了一点吧？这个至尊八五七5000块钱，馋哭了。我清了，连粽子都没了。清好几次，要清好几次，清好几次就行了。苹果手机的清一下，然后呢，清缓存，然后把缓存多清几次，然后呢，就会出现所有礼物。你看这个至尊八五七，玉姐，你给我整个至尊八五七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能不能给我整个至尊八五七呀？感谢我昂昂的啪啪啪，卡 bug 了，对呀、啊，我懂了，回家不让你刷，没有，你多清几次，你多清几次就行了。
有没有大哥送个至尊八五七的呀？就人家想要嘛。对，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就是这个是胶怎么清缓存嘛？但是有个问题啊、哦，但有个问题啊，流水为什么插了呢？流水大概啊，大概刚刚刷了有多少钱的呀？啊，大概刷了多少钱啊？我这是后台现在显示的是小窗口，不要退哈，小窗口不要退。然后就是你大概刷了多少？他们刷出来了啊，刷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不一样，亲个鬼看不到。你就是这个样子，我放给你们看怎么操作，好吧？我放给你们看怎么操作，然后你们操作一下。然后你就会出现很多礼物了，给你们看一下哈，但是一定要苹果手机，一定要苹果手机，苹果用户都会流水不会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流水好像卡了，我流水不对呀。不要退这个小窗口，然后呢点清除缓存，清除缓存，然后把它点了，然后点了过后，然后再点进直播间查看礼物，礼物是不是就没有？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就再查，再去清，再清。我不知道流水为什么就再清，它就会出现了，它就会出现，然后就可以送了。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苹果手机可以试一下，不算流水的吗？算的，算的。只不过我感觉我这个流水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对呀、啊？按理说，刚刚昂出了，大菜木出个法拉利，昂出个法拉利，昂还刷了好多十个的情书，还出了其他的。按理说，朗们也有500块了嘛，这怎么378呢？林哥的也不对，开 PK 看一眼。我开一下那个嘛，我看一下那个，我不知道流水为什么很奇怪，我看一下那个宝藏嘛，看一下宝藏。没有出来情书上签就先等一下，再没有的就继续清，清缓存就可以了。流水是636，我的宝藏是636。我就说怎么的应该都有600块了吧，宝藏的是636，但是我的礼物就只有378，600多应该是对的，对啊，应该是600多是对的，但是我这上面只有378，那到底他这个后台是怎么算的呀？到时候会不会扣了我钱啊？这还有是还有啊，这你都是毛毛雨，那真的算毛毛雨吗？天哪，主播那都是一分一毛的攒出来的好吗？我倒是刷出了这些礼物，那咱们就刷出。欢迎 QQ。要不谁哥，咱们试一下抽情书，咱们抽一下情书和上签，上签的爆率比较高，我们可以抽那个上签，要不上签爆虎牙一号吧。上签爆虎牙一号爆率也挺高的。我说精神病能给我治治吗？来把屁股抬高。信你个鬼，真的、啊、你信我10天之内必爆法拉利，如果不爆，大参谋直播吃翔，稀的带辣椒皮儿。还好不是我。我
接个电话啊。背的时候也是有可能的，就十千没有出，就没有办法。要不你再信我一次，十千就必出，必出法拉利，不出感谢信取名，不出就不出，不出我直播吃翔。稀的带辣椒皮儿，带玉米粒，带腌菜。超级加倍八坨。五十个欠不出悔啊，一号我吃屎。行，要不有没有大哥我们试五十个欠的，五十个上上签，就十个上上签乘五组，不出悔啊，一号他吃屎。试了没有？要那个苹果手机。首先第一点是苹果手机，第二点就是清除缓存，然后多清几次，清一次不行，多清几次。饭吃不下了，护士小姐姐。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麻烦，不像我仙女只吃露水。我是苹果，那是什么？我这你亲了有？你有吗？你亲了你有吗？哎，真的不像我们这些仙女啊，只喝露水就长得这么……不知道多少回了，别人有，那不知道为什么呀？那为什么别人有？我去问一下，我问一下管理，为什么别人亲了就有？是有人有，是有的有。没有的，没有吗？用流量清，一次多清理几次。你看我进进出出的啊、哦，原来你就是在弄这个东西啊！多少回了，就不要退出窗口，不要退出窗口，就是你进进出出，你不要退出窗口，你退出窗口就出去了。我清了就有，不要退出窗口清，然后清了过后多清几次，清理个两三次。清了也有，一直没有，你是不是退窗口了？我试一下，我不信了。哎，等一下，缓存在哪里呀？啊啊，我好像找到了。确定清除，正在清理，然后再点回来，我看。没有啊，倒是有15袋虎粮。这为什么呀？感谢谢谢谢水哥。这骂呀，多清几次啊。多清几次是吗？那我再清。清除缓存，再清。这怎么一个礼物都清没了呢？我没有啊，我不出来啊。别清了，我一脸口红，什么味儿？没有礼物就等，我还是没有啊。
烟茶的味儿，软云吗？没有，云龙。啊，为什么我没有呢？我清完了过后进去点出来了，还是原来的礼物啊。糖臭不臭啊？有摩天轮，我都送了好几个了，我求求你给我送一个吧，大哥。我也没有，就很是奇怪，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是不是网速太快了？对哟，我先把 WiFi 关了，不行，我在楼下，我在地下室，地下室没网。感谢谢睡醒，那地下室没有网啊，我不能，我去关掉 WiFi 试一下呢。哎呀，卡死了，两个信号。我用的就是 WiFi， 那可以用 WiFi 啊，那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无线比较难卡，流量会容易。我切俩号了，我烦了。大哥，我也很难，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手机的问题吗？有可能，要不你换个手机，有可能就行了。啊，我出来了，我出了一个法拉利，大哥，我出来一个法拉利。我还出来了快上车，5000块钱的快上车，你看出来了，你看我都出来快上车了，那还有啪啪啪，还有啪啪啪，还有上上签，还有情书，我都出来了，你多亲几次，我都出来了。点击赠送试试，我没钱。还有炸弹，还有鸡蛋，还有许愿灯，还有奇迹城堡，至尊857，小彩旗，还有 Jeff 八戒。我去睡觉的时候不背，多清几次就好了，多清几次，或者你 WiFi 换一下流量，流量换一下 WiFi， 然后多清几次就出来了，应该不是手机问题，也不是号的问题，都可以，多试几次。进来了，看到没有礼物，不要立马退出去，等。就进来了过后，看到没有礼物，等啊，不要立马退出去，它就会出来。还是5G。啊，我好喜欢哦，我好想要哦，我想给自己送哦。啊。那个大馋猫，你能给我充100块钱吗？你能给我充100块钱吗？就是我这个号的虎牙，就虎牙号，你帮我充100块钱吗？我想试几个上上签。你传给我，帮你送。他假装没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东西没看到？不会被逼吧？不会呀，他们好多人都来卡 bug 了，多好卡，一下就出来了。要几个？要你充个200块钱吧？充200吧。大嘴巴，包包包包包包包，包了一个法拉利，包了包了一个，包了一个，包了一个。感谢元哥，刚才还说100，马上涨价200了，200我200嘛，我又不是转给你。就把录的屏发给大哥，礼物没出来的时候等一下，再没有再去清缓存，礼物没有出来的时候得等一下。如果还没有的话，就去清缓存，一直清，一直清。又有流量一卡就出来了。对啊，还可以再试一下。嗯，
想看家里的猫猫猫猫。安卓手机看不到有人刷礼物，不知道啊，这是苹这个属于苹果的快乐，你们安卓的不懂。呵呵呵，还小猪，真的看不到刷礼物，我把这个打开嘛，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吧。就无缘无故，然后呢，然后主播就收到礼物，感谢大哥。你们自己看，刚刚出了个法拉利，我这后台还是398，就很奇怪，就还是398。好羡慕哦，人家家里又是樱花雨又是壁咚的。哎，我天天陪怎么啦？不行吗？苹果有特效，估计卡的不怕流水，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他不会吃，就倒是不会吃，不会吃主播的吧，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没办法玩了。 Peter 都馋哭了。Peter 你不要馋了，要不你给我转1000啊，我帮你抽。我现在卡不出来了，为什么？修复 bug 啦。感谢谢大参谋，没有啊，我等老半天了。感谢谢薇呢，没钱了，帖子好了，我转了200了，又卡出来了，就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趁着有啊啊，我们多刷点吧，趁着有咱们多刷点嘛。出来情书了，快刷快刷。欢迎元哥，感谢叶轩，记得续费啊。续啥？坏消息是我没钱了，好消息就是你又卡出来，坏消息是你没钱了。我不听我不听，我只听好消息。只要卡出来，你不要去别的直播间，就会一直有。对对对，你不要去别的直播间，只能在我这里消费。可以啦，充好了是吗？来，如果我10000中了一个法拉利，好吗？10000中了个法拉利，有没有人跟一手？元哥慢走慢走，不中怎么说？不中大参谋直播吃翔。来嘛来。先续费吧，续费还能多出俩法拉利。续费，立即续费，立即续费20个月。嗯，怎么这么慢啊？啊！感谢谢我自己续费20个月见识啊！我等着看吃。哦，
说的是大参谋直播吃翔，不是我。我说的是我场控那个就是鱼子酱，我说的不是我哥。对，22000，22000，啥也不是。谁爱干谁来干，我辞职了。有刷礼物吗？有啊，有啊，有啊！你看啊，你看啊，你看这里呀、啊，滚刀呗！我说的真的是大财魔，没说我呀，我真的说的是他。我前面说的就是我背的，可能有没有大哥？咱们再垫2000吧，我都已经垫了22000了，这个法拉利真的要出来了。我给你转1000，你冲进去吃350，不会算账啊？对哦，你直接转给我吧。真的要出啦，我是觉得真的要出啦，真的要出了。我们今天先把第一宝就凑一凑，对不对？真的要出了，就吃2000。真会过日子。哎，跟你们说啊，明天我早一点点开，我明天会早一点点开播，然后晚上7点到9点我要去上课，我要去跳明珠舞。哪个直播吃啊？我想看。大参谋鱼子酱。说场控吃，我辞职了。感谢谢涛勋宝贝，出什么？出法拉利。不是学街舞，不学街舞，开始批别上当。上个班还得吃屎，上个班还得吃屎，怎么的为难你了？你自己说说，那1个月3000块钱的工作好上吗？那1个月给你3000，你是白拿吗？哎，你就在直播间聊聊天得了呗，对不对？那1个月3000的工资，多少人1个月就1700块？哎，你1个月3000块，你开玩笑呢？那你1个月3000块呢，你不得就付出点什么？太看得起我了，我1个月1300。有时候就很佩服你们男人哈，就是正儿八经好好工作1个月几千块钱这样工作的男人哈，你们到底是怎么能存下就是存下那么多钱给女主播刷礼物的呀？你们家甜甜给你多少钱一个月场控啊？也是3000吗？20000，那我是给不起哥。这属实是格局比较有。什么胸口碎大师？等我爸睡了，我就偷我爸钱跟你说。给大家这么涨工资，涨，只要我昂昂开口涨，涨10块。20000还缺人吗？我可以不当人的。偷钱的兄弟算了，不至于，不至于啊，不至于，真不至于啊！偷钱就算了，真的。感谢响子妹妹生钱，感谢傻大哥。大参谋刚吃了吗？大参谋刚刚。我不知道啊，他又没开播啊，谁知道，都塞牙了，你说呢？别吃，我跟你们说，那玩意儿根本吃不下去。咱刷卡行不？偷钱是真不至于，我也觉得不至于啊，哥。咱不至于为了自己喜欢的主播去偷爸爸的钱。不是很奇怪啊，吃了塞牙为什么会说明消化不好呢？那塞牙跟消化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家场控每月刷10万上岗，然后发20000。要不你这样子也行吧？要不你给我刷10万，
然后呢，我给你25000。不不不，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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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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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了，正能量一点好吗？在我直播间刷钱，请你们不要去动不动就偷摸拐抢。哦，因为胃不好，所以塞在了牙里。哇，就怎么陪的大哥，我还要一五一十跟你说出来嘛啊！首先什么？首先就大哥，我把大哥灌醉。其次大哥自己一个人睡。然后第二天我再跑过来，再把衣服就一脱，然后再趴旁边嘤嘤嘤。大哥，你昨天晚上把人家，大哥就觉得他对不起我，他觉得他强迫了我，于是他带我去 shopping 包包，买包包 LV 香奈儿爱马仕，然后呢再带我去了一个 4S 店看了个车，然后他又带我去了售楼部，然后又去看了一个不是很大，也就两三百亩的一个房子吧，然后我就回来了。两三百亩就对啊，这按亩算的。直升机那段咋不说出来，我觉得说出来太高调了，还是低调一点好。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姓周啊？就周大哥。再吃点花生米，再吃点，真的整个虎牙都是我的。没有没有。哎呀，啊，我就感觉今天这个乳贴好像有点汗如如的嘞，我感觉要掉似的。啊，去换个衣服吧，要不？摘了，我里面没穿啊，不用戴，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吗？那我把它摘了吧，挺难受的，就感觉它一直要掉，它又不掉，就掉又不掉，掉又不掉的那个，因为舞还没跳呢，啊，没跳舞啊，今年。哎，果然应该扔了这个贴应该扔了，就都已经没有粘性了，都被我弄得都不粘了，一点点粘。哎，为什么要整个足球宝贝啊？一点点粘也能用，你们要用吗？洗一下还能用，上电视抽了吧，上电视抽的话就逼累了。啊 ，POS 的大哥给你解封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小心把你们封了的，我也不知道谁干呢。就感觉很奇怪啊，臭铁铁，这个不行吧？我觉得主要是我把这个乳贴贴的黢黑，我真的上电视抽了你，我怕拿到了我的人设崩塌呀。颜色吗？
倒是不掉，就是有点黢黑。不洗澡吗？还黢黑？没有没有，是因为平时我把它就是我把它撕下来过后，然后我就随手就丢，然后有时候会丢到，就是掉到，有时候就丢到那种就是台台上放着，然后呢，我家猫就会去把它刨到地上去，就会掉地上嘛，就会沾点灰尘什么的，就黢黑。啊！但是我们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没有证据。给场控吧，他不辛苦，他有什么辛苦的？他命苦。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每次扫黄都有各位。天啊！能不能讲讲卫生？讲啊，怎么不讲啊？我跟你们说，这东西待久了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天天洗哈，它都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场控辛苦，场控不辛苦，场控命苦，看得出来吗？就没有穿，看得出来吗？什么节目？就是表演下嘴吗？被子的罩子啊都不怎么干净哟 Peter 见过不少啊。哟 Peter 解过不少内衣呀、啊、上次还在那儿说我不会单手，我就不会单手解内衣。要，我见的怎么都挺干净的，那是因为你没见乳贴，乳贴跟那个罩罩肯定是不一样的，罩罩是肯定是就是干净的，那乳贴不一样啊，不好洗啊，因为它是粘约约的嘛，用水洗了，然后用刷子洗，它要粘毛啊。啊，我命苦呗。就你们能不能大声的告诉我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男人，请你们大声的能不能正经的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啊，不说实话的就不说实话的短十厘米，你们就是直播间的人，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睡过几个女孩子。单手怎么弄啊？单手就这样咔就抠掉了，这谁记得清楚？漂亮。实话实说啊，实话实说啊，说假话的，说假话的，短十厘米啊。就是你们就是跟几个女孩子过，就是有过肌肤之亲。真话就是真数不清楚啊，真的漂亮啊，嗯，真漂亮、嗯、我能记得应该六个左右，五十个你还没死啊。七个目前还没有一个，老丢脸了啊。这个萝卜兔子，这个萝卜兔子他是个兔。那我不说了，你得多少180个啊？感谢这次，我是说今年六个左右，今年，大哥，你这是一个月来一个吗？今年哪么现在才6月14号？哎呀，不气人，我居然还炸出来一个猪，好羡慕你们。Peter 好羡慕你，你羡慕谁？你羡慕那个萝卜吗？你羡慕这个啃萝卜兔子吗？天哪，我的妈呀，你还骑大洋马？
那就稍微那个稍微就是忍着一点。哎，就很奇怪，你要说这么说，那平均下来直播间的男性平均下来一个也在十个左右。那这个，但是你要说现在的女性又少于男性，那女性又少于男性，对吧？然后呢，你们男的又平均是十个左右，而且还是不同的人。那像这种情况下，那女主播说，每个女主播都说我就三次，那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女主播在说谎。我说的是女主播，没说女的。都是吹牛皮的，这你都信？男的都吹牛皮，我都说了嘛，你们说假话，你们要短十厘米。所有女主播都被你黑了，说的我好像不是个女的似的。女的多男少，不应该吧？女的好像少点啊。你所以你睡了二十个，小了，格局小了，格局小了，五十个，感谢徐 BB 的续费。但你们真的你们格局太小了啦，怪不得那么快。感谢徐 BB， 谢谢徐 BB。谢谢你喜欢我，谢谢。龙的摸着有点硬，哎，你们真的有？就是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真的有没有？就是，自己就是以前的女朋友是有隆过胸的，就是你们摸过后那个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先告诉一下我呀？因为我做隆胸，我现在还硬硬的，我害怕它一直都是硬硬的。真的软，有还花钱了，不会吗？龙的硬，我就是啊，我就是在问啊，就是都纯天然，你们就找的都纯天然的，手感差老多了。嗯，一开始软，因为你在说什么？我说的是隆胸了过后，后期它还会不会这么硬啊？因为我现在躺下来，我自己摸自己，我感觉就像是两坨石头压在上面。但是现在很软哈，我现在坐着的，只要我是立着的或者是趴着的这种情况下，它就很软很软。但是只要我是躺下的，平躺下去的，它就是一个很硬朗的状态。废话，那做了手术肯定要天天自己给自己按摩呀。感谢薯条。说白了就是没有呗，就是我以前是没有啊，但是我现在有了呀，对不对？这怎么了嘛？就不行嘛，对不对？以前虽然我没有，以前我胸小小的，我说话还屌屌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大大的，说话也很屌。不用你们代劳，不用。摇一摇看看你是不是被骗了。我摇的时候它是晃的，就是那个两坨肉是晃的这种感觉，但是躺下来又特别的硬。真的和龙的区别还挺大的，胸小其实也没啥，关键我不是因为胸小才去隆胸，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疾病，就是我凹陷，我的头是凹陷的，所以我准备去刚好一起把那个隆胸做了，然后把那个头给顶出来，你们能懂吗？就并不是原因，并不是因为只是它小我才要隆的。看看现在没有了，现在出来的。
那啥都聊，就很奇怪啊。我就觉得没有没有，我就很正常的跟你们摆龙门阵哈，摆龙门阵，因为这是一种疾病哈，这个疾病会导致就是说以后就是说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会影响就是哺乳。不可以调理，只能吸。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调理呀、啊？它只能吸，真的只能吸。你锤了才聋的，我不是因为锤。欢迎小六。啊，说一说就出来，有点过分啊你们。我意思让对象调理，那不调理的，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给我调理啊，对不对？那其他时候不调理的时候，他还不是缩着的？场控应该会这个吧？怎么什么都找场控啊？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用吸，它也是可以出来的，就不用吸它也是可以。呵呵，笑了。就有个东，就有种情况不用吸也是可以出来的，就是特别是大姨妈前后，大姨妈前后的时候，就是属于很想要的时候就会出来。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嗯，对，好像怀也可以，但是我没有怀过，所以我不知道怀到底可不可以，只是听说可以。你要再聊这个，我可不困了啊！不看，我没有。让场控帮你试试，让场控来。怎么什么都让场控啊？怎么我昂昂不行吗？我 Peter 不可以吗？对不对？我谁谁不可以吗？我们家这么多人，那为什么一定要场控呢？白拿工资吗？这东西，我。这不是白不拿，白不白拿工资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开心的是他呀，好吗？我先帮你们尝尝，也不是不可以，我得了，下个月就换个女场控啊。看小月，小月她要直播呀，看直播呀，要舔个手指，好会缩，你又知道了。我说换个女场控，我说男场控，我怎么感觉就你们有点过分呢，好吗？昨天和大兴划龙舟，对你还打我，我可记得呢。哪位大哥被你宠幸了？目前还没有哎。你要做一个吗？叫谁刘铁蛋呢？我有吗？你昨天上了两个。我不是大哥，为什么不是啊？你之前上万元榜的时候可大了。
文凯子，其实还有个很尴尬的事情没有跟你们说，还有个很尴尬的事情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头头哈，那个头头凹陷的时候，基本上是要天天洗。如果但凡第二天晚上你没洗，第二天哈你起来洗，你一弄你去把它挤出来，你会发现胖臭。这个事情就非常尴尬啊，羞死了。谁不天天洗澡？我就不天天洗。我有时候两天洗一次，有时候一天洗两次。对女人没了兴趣，胖臭。这么不爱干净的吗？真的不爱干净啊，我的妈呀。热的时候肯定洗啊，那不热的时候。就懒得洗啊。哎，你们这些男人就天天搞的就搞的像是你们都爱干净似的。有时候像那种才洗了的，但是如果我想来说去打扫了一下卫生，然后就会觉得身上很不舒服，就才洗了又去打扫卫生，就会感觉灰尘很多，那一天要洗个两次。那有时候呢，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身上哎很舒爽，身上并没有感觉有什么汗的感觉，那就不洗。油麻花体，那说的你们男人都爱干净似的，你们男人一个月洗一次。我每次完事儿都得洗，有时一天要洗几十遍。我可是天天洗，说明你天天做啊，哥。但是女孩子不一样的就是，就算不洗，但是我会洗屁股啊。对啊，有时候假如说今天觉得不舒服，身上就干干爽爽的，然后呢不想洗澡，就去洗一下屁股啊，就女孩子都会有一个专用的那种小屁股盆。不会吧，你们男人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吧？你们男人不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吧？感谢是孤影独行，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男人不知道女人都有个小屁股盆洗吗？感谢谢孤云独闲，谢谢大哥三组四六组六六。不都自动洗药盆干嘛？我可没有自动的马桶啊，我买不起。我在女生宿舍这么久都不知道，那女生宿舍就。我又不是女人，我为什么要知道？那你以后要娶个女人啊！别哭穷，不借钱，不借。就洗脸的肯定跟洗脚的还有洗屁股的不能是一个盆啊。那能一样呢？洗脚的你拿去洗屁股啊，或者你洗屁股拿去洗脸，让刷可以，就是不见。
我觉得你就是用的一个盆。我没有啊，有，首先第一有洗脸池，我不用就拿一个洗脸盆。第二，我洗屁股盆是粉红色，我洗那个脚的盆是一个木桶，我专门买了一个很高的桶，倒很高的水泡脚。你们这什么啊，你们怎么能这么讽刺，你们怎么能这样子给取消了。问一下你毛巾几条，毛巾有十多条。脚还要洗。看到没有，你们爱干净不代表所有男人都爱干净。这不就出来一个，不是直接砍了吗？你我脚盖里有巧克力，我不舍得洗脚。为什么会有巧克力呀？难道你是巧克力工厂的？因为你吃巧克力六有臭豆腐吧，跟公爹都那样。巧克力意思也说泥土是巧克力，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懂哎。今天是护士给你打针的护士，感谢燃烧军团。我没有懂你们这个巧克力的梗是什么意思。欢迎九九。啊，我感觉我眼睛看不清弹幕，好难哦。等一下，重新弄一下美瞳。不是，我好像是美瞳戴久了，等我一下，我去弄一下。我摘了就更看不清了。550度，啊，怎么感觉还是不对呢？你们看一下这两个美瞳哪个好看一点？两个眼睛戴的不一样的，哪个要好看一点？啊，好难受。煎蘑菇好吃吗？好吃。我今天吃的是野生的那种，就是黑皮鸡中菌，好贵的，158一盘。
看不见可能是菌子吃多了，不会中毒，鸡中菌没毒吧。那云南这边都吃野生菌哎，吃了多少米？吃了500。你们敢信？我和我妈两个人吃了500块。野生菌真的好贵哦。嗨，老 baby。菌子锅蛮贵的，野生菌好贵，而且点的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他们那种新鲜的野生菌比冰冻的更贵，新鲜的野生菌会比较贵，那种一盘鸡枞158，然后还点了一盘就是竹荪，还有松茸。感谢谢杰少的粽子，不是我刚在戴眼镜没有看到，三个人吃1000多。真挺贵的，云南野生菌本来也蛮贵，但是很好吃啊。没看到吗？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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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哇若风那个公爵是不是也是你？哄不好的那一种，我就没打算哄你。量很少嘛，不算多也不算少，然后反正就挺好吃。哎，我怎么还感觉还是没有带对呀？可急死我了！什么公爵？有个公爵跟你一样的名字啊？那我走，别走，别走，别走。我不哄你，你也不用走啊，自己调节一下嘛，自己调节一下你这坏脾气。我不，我就不，脾气还挺大啊。自己哄自己，对啊，自己哄自己不行嘛，成年人了，能不能自己学乖一点？我一女孩子还没让你们哄呢。我不管啊，就让你哄我，我哄你有没有世纪婚礼啊？我哄你可以，有没有世纪婚礼啊？你猜，我不猜。你到底谁哄谁？我在想，订阅涨得不是很多的，因为很少起来跳舞。这两天跳舞极少，可能是因为我病了，力气不是很多。啊！啊，可能是因为今天出去逛了一天吧，所以有点疲惫，有点劳累。有没有大哥？咱们过下宝藏任务，走了，下播睡觉了。快点快点快点刷快点刷刷了我睡了。给给不要生气了。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大哥帮我赶快刷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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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播了，我们大点干早点散。下播自己睡。这么早就睡，我准备明天播早一点点，明天早一点播，早一点播，我晚上要去上课，晚上要去学舞蹈课，所以今天早点睡嘛。来吧，我们今天过个低保下了。
总得洗洗吧，免得你们又说我不爱干净。现在地宝差那么多，你好意思睡？我就穿这个护士装跳舞，还是去换个衣服跳舞啊？我感觉这护士装穿着好热哦。耻辱下播，不洗没事儿，你还是我们的臭宝。我究竟要多久不洗澡才能成为你们的臭宝？就这个，就这吗？就这个吗？到底换还是不换啊？烦死了，投票吧，换还是不换衣服？换衣服不？投票60秒，换不换？开始啊！嘟嘟嘟嘟嘟，先站起来看一下，站起来。等一下啊、哦！这站起来瞬间就要我换啊！还就要我换的吗？你不能这么现实。不换扣二。投票已结束，投票已结束，没办法，干不过他们，干不过他们，人吧，能怎么办呢？平时看不到这么多人，你们都在我直播间偷偷的听我聊天嘛，一到投票的时候全出来了。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们在直播间干什么呢？你们不说话，我以为你们是假人。哎，现在会扣一了，有自主的一个辩解能力了，是吗？你们现在有自主的一个就是想法了哈，就换衣服你们就扣一，不换就扣二，你就出来了。等着。
anh cũng hết ly uống tan cả ly để mình chẳng mấy khi vui nấp thêm bên trái vì anh em chờ mình khi gặp lại nơi đây nó xoay xoay thế gian nó xoay vòng anh đang ở đây đâu biết anh có thay lòng đừng mất chi mà mình ngủ đi một hai ba bốn hai ba một hình như anh nói anh say rồi một hai ba bốn hai ba một hình như anh nói anh yêu em rồi
总会离我在美丽的名称每一步那天被拆变眼前的一个 play 奶奶的碎碎的So guy So guy
S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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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ation.